2019年十月，我带领学生和家庭面试了位于 Brighton 墨尔本东南区海边的 Haileybury College。由于学生的出类拔萃和深沉机智，当场就获得了面试官的青睐，准许破格第四学期插班录取。与 Haileybury College 的渊源要追溯回2018年十月份学校的 Open Day 参观日。我们游洋的几位老师带领游洋的学生，边随同翻译，边领略校区文化，体验设施场地，了解他优秀的学术沉淀和底蕴，并与年级长、年级教师直接对话。行业标杆 Haileybury is the benchmark 的理念随处可见。这间学校目前在中国天津设有分校，教师资源共享、教材资源共享是个很不错的选择。下一期让我们共同走进 Melbourne Grammar 男孩的殿堂学府。我是澳洲杨校长，与我一同走进澳洲宗小学。